燃烧热量，动出好体质，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居家运动的进阶版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平常的居家运动呢，都是用徒手在做训练，也就是空手的意思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加入一些小小的道具，那这个道具呢，是在家里很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的。那你也可以当作呢，这个训练呢，是在你想要去健身房运动之前的一个前置的准备，让你走到健身房的时候，你压力就不会这么大。好，那等一下就跟着我们一起先开始暖身，然后我们接着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运动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居家运动的小小道具，木棍一支，你也可以拿一支 PVC 的水管，你也可以拿家里的扫把、家里的拖把，简单的道具，只要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双手呢，我们先抓在最宽的地方，如果你的杆子比较长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抓到这么宽，稍微比肩膀宽一点，让你的双手可以完全的伸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杆子呢往后放在你的肩膀上面，放在你的肩膀上面，我们先让身体活动开，所以我们往右边做旋转，然后把你的头往后方看过去，转回来正面，换另外一边。好，我们每一个方向做五次，做五次之后呢，我们换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让手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把你的手肘往前推，你可能会觉得卡卡的，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换另外一边往前推，回来之后换边往前推，换边往前推，我们一样一边推五次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做下半身的暖身。我们一样把杆子放在肩膀上，我们先把双脚分开来与肩同宽，然后把屁股往后推，我们做深蹲的动作，慢慢的蹲下来。好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我们慢慢蹲下来，让你的胸口打直。好，大腿跟小腿弯曲在90度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站起来。我们一样在这个动作做五下就可以了，做五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把你的杆子呢横的放在你的身体前面，然后呢让杆子绕着你的身体转动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、五圈。好，然后呢你就换一个方向，一样我们转动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、五圈，然后你就把杆子放轻松下来，喝一点水，我们暖身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呢是过头的深蹲 overhead squat。好，先测试一下哈，让你的肩膀可以活动开。如果你肩膀曾经受过伤的话，你就暂时不要做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让你的脚尖指向前方。你可以比肩膀稍微再宽一点，没有关系，脚尖可以打开，大概在15度左右就好。好，拿出你的居家小道具木棍一支，或者是 PVC 管一支，然后呢，把你的手抓在杆子的尾端，让你的手呢可以完全的打直，让你的手可以完全的打直。好，然后你把杆子拿起来，在你的头顶上方，好，注意一下，在你的头顶的正上方哈。然后呢，让你的关节能够完全的伸直，让你的手肘的关节能够完全的伸直。如果你现在抓的位置太窄的话，你的肘关节会伸不直，请你把手稍微往外面移。移到最后面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把肩膀整个拉开来，所以你会觉得脖子有一点酸酸的，这样是正常的，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要耸肩哦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屁股往后推，做深蹲的动作，蹲下来的同时，你的手要维持伸直的状态，一样让你的杆子在你的头上，手不要弯，然后我们慢慢坐下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大腿跟小腿弯曲在90度之后，我们就停下来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慢慢站起来，回到原点。好，记得我们蹲下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是要打直的，腰呢要挺直，不要往下凹哦，不要往下凹。好，所以我们屁股往后推，再做一次蹲下来，站起来。好，我正侧面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正侧面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你屁股往后推，蹲下来的时候，你的背是打直的。然后你慢慢站起来，然后我们放轻松，一起做三个：蹲下来、站起来、
蹲，站起来，再一下就好，保持你的呼吸蹲下来。站起来，你可能会觉得肩膀比腿还酸，这样是正常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然后我们放下来，休息一下，这个动作完成了，我们喘一下气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动作呢，是 PVC 棍的高拉，也可以说，你也可以用木棍，也可以用扫把，也可以用拖把。好，我们把杆子呢先横在你身体前面，这次我们要把杆子呢抓在你两个大腿的中间，所以你的手会抓得比较窄，你要注意看一下你两边的杆子是不是大概一样长，距离不要差得太远。好，然后让你的杆子贴在你的身体上，我们做高拉动作的时候，让你的肩膀还有斜方肌都要出力，肚子用力缩，然后维持你身体的中心线。我们把双手的手肘拿起来往上，杆子贴着身体往上走，手肘慢慢的拿高，让你的杆子到下巴的时候你就停下来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的双手的手肘应该会高过你两边的肩膀，然后你慢慢放轻松下来的时候呢，杆子一样贴着身体往下，让双手伸直回到一开始的地方，往上拉的时候手肘先动，往上抬，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杆子刚好在下巴的下方，碰到下巴之后我们往下，杆子贴着身体不要飞出去哦，然后我们手伸直回到原地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五下。好，我们抓紧杆子往上，五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来四，好，你的手记得要贴在身体往上走，杆子到下巴之后贴在身体往下，我们还有三下，肚子用力维持身体的中心线，手往上拉，手肘记得抬起来高过肩膀的位置，往下，好，我们保持呼吸，再两下，往上，往下，最后一个，你把手往上拉起来，好，然后你往下，让你的手放轻松，回到一开始的位置，然后你放轻松下来，我们完成了这个动作。好，现在要做的动作呢，是地板上的抬腿动作，主要训练的地方呢，是我们的核心肌群，尤其是我们下腹部的肌肉，尤其是我们下腹部的肌肉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你在做的时候呢，你要记得要专心的让你的腹肌出力，让你的腹肌参与这个活动。好，我们先躺下来，在你的瑜伽垫上，让你的双脚伸直，让你的双手放轻松在身体的两边，你可以轻松的让手心向上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双脚呢抬起来，在45度的高度，让你的双脚伸直，双脚并拢在一起。在这个地方，你先让肚子用力，然后我们把脚慢慢的往下沉，大概到15度的地方你就停住，不要让脚碰到地板上，再往上拉，回到45度，往下沉，回到15度，往上拉到45度。如果你觉得很酸的话，你就把脚踩下来，在地板上喘一下气，调整一下你的状况，你再重新起来，回到这个动作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，我们一起做5次的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把双脚伸直，脚抬起来，在45度的地方往下沉，15度拉上来，来二，往下沉，拉上来。好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尽量让你的速度放慢，让你的肚子收缩。好，我们往下沉，三，肚子很酸的人赶快撑住哦，往下再拉起来，四个。最后一下，你先确认一下肚子是不是有出力，肚子有出力的状况下，我们再往下沉，到15度停，拉起来，回到45度，然后你让双脚慢慢的放下来，回到地板上休息一下，喘一下气，然后你慢慢的坐起来，放轻松一下，我们这个动作就到这边。把你的双手借给我们，把双手交叉，然后把双手往上推，让你的手伸直在你耳朵的两边，深呼吸，慢慢吐气，放松一下你肩膀的肌肉，大概在这个动作上你停留30秒到1分钟。然后我们把双手解开来，
让你的右手横在你的身体前面，让你的手心向上，左手呢把右手的手臂抱进来，靠近身体，在这个地方伸展一下肩膀的肌肉，深呼吸，你慢慢吐气。我们一样做30秒到一分钟。做完之后呢，你把手解开来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做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，伸展一下肩膀的肌肉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双手解开来，我们把你的右脚的脚尖往回勾，右手抓在你右脚的脚尖上，让你的膝盖面向地板，让你的膝盖面向地板，伸展一下大腿前侧的肌肉。好，我们一样停留30秒到一分钟之后，我们把脚踩下来，记得另外一只脚也要做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双脚分开来，与肩同宽，让你的脚尖向前。我们把屁股往后推，伸展一下大腿后侧的肌肉，让你的腰慢慢弯下来，双手抓在你的脚尖上，然后把屁股往后推，让你的大腿后侧是绷紧的状态。一样在这里停留30秒到一分钟，记得在伸展的时候你要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吐气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把头抬起来，我们就完成我们今天的伸展运动了。今天用我们特殊的居家道具来做运动，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新鲜，感觉非常有趣，但是你一定也觉得全身非常的酸痛。没有关系，你记得每次运动完的时候都一定要做适当的伸展运动，舒缓你的肌肉，像我们刚刚做的那个伸展运动，你们其实在家里运动完之后就可以常常的做。好，感谢今天的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